到，人都在了哈。对，我们一家三口都出来了。1999年9月21号凌晨1:47，惊心动魄的地震持续了102秒，房屋倒塌，全台跳电。住户摸黑从倒塌的房屋逃出屋外，四周到处是呼喊和哭声，眼前的景象宛如炼狱。要不要送医啊？不要不要，我的孩子还在里面，我不要去。没事，好不好？十几层的大楼像玩具一样倒塌，三楼、四楼变一楼，家人被埋在瓦砾堆，就在自己的眼前断气，却救不出来，那种痛令人无法承受。一个妈妈，一个小孩，对。你第一次觉得死亡是在你身边那种感觉，而且那是这么真实的一个状况。眼前到处是死亡和无助的气息，地质探勘人员在震后进入灾区，更目睹了台湾土地被撕裂的伤口。九一之后，草岭大崩塌形成一个堰塞湖的一个状况。这是地震前。白色就是那个山坡已经走掉了嘛？对，怎么走山呢？而地震虽然是天灾，但黑心建筑却夺走多条人命。通风剪掉吗？每个房子里面都有看到钢筋啊，都跑出来了。大楼水泥结构里竟然有沙拉油桶，钢筋也是随便绑扎，遇上强震应声倒塌。瑞士规模7.3的921大地震，造成全台超过100,000间房屋全倒或半倒，13,700多个人死伤。房子倒了，家人走了，就在大家绝望时，来自社会各界资源涌入，协助重建。当年记录希望工程的摄影师，从小朋友眼中看到希望的曙光。我问他说：“你怎么看起来一点都不怕啊？”他笑起来，他说：“我们都震垮了，如果地震还在来啊，该轮到你了吧。”照片上的两名小女生如今长大成人，也当了妈妈。因为921让他们更知福惜福。20年后我们又重逢了，所以我们会更珍惜对方。像这幅画都挂在家里，每天经过都会看到。对，那就会一直提醒自己要回馈社会。地震后，灾民重新站起来，回首20年，家园重建，土地休养生息，黑心建商被起诉判刑。建筑法规从严修订，921撕裂台湾大地和许多家庭，但记录的珍贵影像提醒我们珍惜当下，汲取教训，为自己，也为下一代，更为了这块美丽的土地